嗨，大家好，我小庞，今天来土城运动中心，这里有一个冰宫，因为有朋友说他想要来，今天是第一次滑这种冰刀的，现在大概练习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吧，终于可以大概吧，就是不碰旁边，然后不跌倒的滑个几圈了。内圈太小，转弯不习惯，还是跌倒了。撞到了，破皮了，不过应该没伤到骨头，所以还好。刚才那一摔，右脚撞到一下，不过没有磨到，所以没有破皮。因为一开始本来打算陪一天来，然后没有打算要溜的，所以就想说就在边边抓着栅栏，然后这样子慢慢走。所以就没有租护具，还是强烈建议第一次溜的人、不会溜的人，还是租一下护膝、护肘比较安全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